唯一正统印尼虾饼，最道地的印尼地方名产，不用到印尼，在三峡老街也吃得到。这间位在民权街69号的大眼虾肉饼店，专卖印尼道地虾饼。一来到虾肉饼店，你会看到一整排正在烤箱里加热的大片虾饼，每一片虾饼内都含有高达40%的鲜虾，所以虾味十足。再加上鸡蛋、牛乳混合制作而成，更增添了淡淡的风味。而店内分别有海洋原味、盐烤海苔、猪的肉松、香辣沙茶和金黄咖喱等5种口味，每一种口味都是遵循古法制作，再经过高温烘焙而成，所以吃起来一点也不油腻，吃下去都是满满的鲜虾味。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这里的店员会不定时的吃放在店门口的试吃品，这可不是店员贪吃哦，而是为了确保顾客吃到的虾饼都是最好吃的时候。因为虾饼只要放在常温下久了就会变软，味道就会不一样，所以店员要不定时的试吃，只要发现不对就放进烤箱中再度烘焙回酥。而放在烤箱内的虾饼也会因为季节的不同，探照灯的瓦数也跟着不同，目的就是让虾饼随时随地都维持在最佳状态。而在这里，如果不想买烤好的，你也可以买生虾饼回去自己炸，享受炸饼的乐趣。除了虾饼外，这里也有采用印尼上等腰果精选蜂蜜高温烘焙8小时的烘焙腰果，最适合大家休闲娱乐品尝最佳的零嘴，与台湾截然不同的口感，绝对让你一口接一口，吃了还想要再吃。